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民调，要看的是改朝换代之后你最关注的国家课题。来看看最多人投选的五项课题有哪些。排在第五的有政策朝令夕改，频频扭转。而第四项课题是纳吉、罗斯玛还有阿莫扎西等人被控上庭。而第三项课题就是西蒙执政后雷厉追查的易马公司丑闻。而排在第二，也就是华社最关注的课题之一，政府还没有承认独中统考。那民众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？西蒙接受政治青蛙。那另外，改朝换代之后，我国的种族宗教政治问题有没有降温呢？48.7%的民众投选没有降温，在野党更加的种族宗教极端化。不过有32.3%的表示，其实不只是在野党哦，西蒙也一样更加的种族宗教极端化。另外有54.7%，超过一半的民众觉得西蒙内阁存在敦马一人独大的现象。那问题来了，你是否同意敦马在一年后或是提早交棒给安华？关于这一点，民众的看法相当不同。有1/3的人觉得敦马应该在一年后交棒，也有1/3的人觉得敦马应该提早就交棒，但是另外1/3的人就觉得敦马应该做到届满为止。那以上就是所有的民调结果，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你的心声，而朝野领袖又会怎么看待呢？把时间交还给主播。